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。主啊，是你自己的作为在这块土地上。主啊，感谢你透过曹导演，主啊，你感动他，主啊，你向我们说话，主啊，你起初把这和平的约，主啊，仍然到如今是有效的。主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奉你的名祝福曹导演的这出戏，要发出声，主啊，你对台湾来说话，主啊，你祝福他们，主啊，他们所哦，主啊，所办的，所演出来的，神啊，是神你自己在这个世代要来翻转这块土地，奉你的名祝福曹导演，他们能够在这样这出戏看见你自己的开路，你自己的作为和祝福。祝我们献上感恩和感谢，神啊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真的是，主啊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主啊，你仍然爱这块土地，主啊，你要在这块土地献出你自己倾注在这块土地的作为和你的命定。主啊，智慧、特色、恩赐跟命定都说出来，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。而且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更重要，就是这一个盟约定地了台湾非常多的和平的努力，借着我们认为最可能的南台湾的百万台湾族，感谢主用这样的一个族群。那我们也相信，今天我们做这个祷告，我们也希望南台湾能够完全不一样，让那个复兴的火、和平的火再一次从南台湾烧回来。